慈爱的天父上帝，爱我们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今天我们众弟兄姊妹诸亲友，我们一同欢喜快乐聚集在你的圣殿，为着我们所亲爱的江仁生弟兄、廖颖如姊妹，我们在你的面前参加他们的结婚盛典，求主你赐福这个婚礼，赐福他们二位，也赐福他们的家人、家庭，赐福我们众弟兄姊妹、我们众亲友每一个人，让这个婚礼在你的面前蒙你的喜悦、蒙你的悦纳、蒙你的赐福。求恩主耶稣基督与他们二人同在。我们把这个婚礼再一次恭敬地依靠仰望在你的面前，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请坐。下面要请林义勋执事夫妇来为咱读圣经，伊所要读的是《优所书》第五章21-33，伫个咱节目单上后壁这段经文。阮所要读的是记载伫圣经《优所书》第五章，《优所书》第五章21-33。阮要献咱这对新人，也毋忘因会当将上帝话藏在心内。咱大家来看节目单后壁面者，着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变作福音人的，着顺服家己的丈夫，亲像顺服主。因为丈夫是福音人的头，亲像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又搁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做福音人也爱怎样反思顺服丈夫。恁做丈夫的爱疼恁的妇人，亲像教会的基督疼教会，为教会放下家己。爱用水照着刀，甲教会洗净，正做圣洁。通献下家己，做一个荣耀的教会，无一点点啊的污染、妖魂、玷瑞的呢，乃是圣洁的，无有瑕疵的。丈夫也着共一样疼妇人。亲像疼家己的身躯，疼负责人的便是疼家己哦。从来无有人困扰家己的身躯，总是保养顾惜，亲像基督对待教会同一样。多谢，这边咱要来请水南浸信会社会青年的团体要来作歌，因所要作的诗歌是《活出生命的色彩》。Cheers.
献诗，我们也衷心的来祝福这对亲人，啊，新人能够活出生命的色彩，展开向上的翅膀，迎向希望的未来。接下来我们要请杨鹤明牧师来勉励，他要勉励的题目是“爱的结合”。感谢天顶的上帝，今仔是圣诞节，咱看见上帝赐了真水好的天气，特别为着这对新人，新郎江云清兄弟、新娘廖燕如姊妹，伫遮来结婚典礼。首先，甲恁这对新人新婚恭喜！我继续啊，甲江父以及廖父两家亲人朋友啊恭喜！甲郑兄弟姊妹啊恭喜！因为咱有通参加因这对新人的结婚典礼，咱家己真光荣。相信上帝接着咱下晡这个时间，伊大大祝福就这对的新人建立一个美满幸福的新家庭。伫几年前，我看一个报纸，写到一件代志，讲伫英国一个大报社刊一个精神，这个精神的题目就是讲，对罗马到伦敦，到底哪一条路是上近的？当这个报纸一个发出来，真侪只青年人就找这个答案：对罗马到伦敦，到底哪一条路是最近的呢？因也做是一个距离啊路程的问题，所以就去找一个大地图，往一个比例尺，啊，底下去找，运用它去围去围，看哪一条路对罗马到伦敦是最短。伫这个几十分的、几十万通的。万方的这个精神里面，只有一个人答案是答对了，并且阁是写明信片，阁是写三字那尼啊。讲对罗马到伦敦，哪一条路是上近的呢？讲好谈判，写讲好谈判，但都想起奇怪，啊，好谈判哪是上近的？煞尾大家才了解，意思就讲。无论去什么所在，外远去国际去旅行，假使若有一个你的好同伴，交你做阵，虽然爱经过飞机几落日的日子，拢是因为你的好同伴，你最好的伴侣伫你的边头，啊开讲，啊开讲袂煞，哎，啊远嘛是一日就到，真紧真紧。假使若无好同伴，干那一个，虽然咱即摆对台中要到丰原。坐车嘛，至少半点钟，嘛较正慢正慢。所以好同伴就是上紧。结果啊，这个答对这个只有三字，竟然摕到十万块，这头咱代十万块新代表的价值的奖赏。兄弟，交代兄弟，要你要死未？找到一个好同伴，所以伫这人跟上帝面前，今仔日来结婚。因结婚的目的是建立伫耶稣基督的听，听才做因终身结婚的动机甲目的。因因找着好同伴。头先咱所唱的诗歌《从爱的真谛》，这是圣经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十到第八十能讲，讲听是研究忍耐。够分词，听是无进度，无自夸，无骄傲，无做见笑的事，无求家己益处，无轻易发生气，无计算人的歹，无欢喜不义，只欢喜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毋忘，凡事忍耐，听是永无止息。感谢主，这就是一个听的典故。今仔咱知影这个世界。最需要、最要紧的就是听。假使若无听，这个世界拢无意义，生活也无趣味。得听，伫整个咱的社会、整个咱的世界，从个人开始，一直到一个大群，拢需要这个听。假使若失去这个听，就生活去真无意义。所以这个听，就是咱的需要，特别是今仔日。
结婚这对的情侣，总是咱知世间人所咧注重的疼，不过是肉体上、物质上，不过是外表看会到，这暂时故所爱的，这物件而已。但是咱头先所在圣经《哥林多后前书》第十三章四十到八十人讲，讲咱基督徒不但爱看外表才需要的才一切，搁较要紧，就这个疼是精神的，是心灵的，是内在的，是有钱无地买。啊，只讲甲咱讲，就是讲温足啊，无嫉妒。无自夸，无恭逢，无做见笑的事，无求家己益处，无发受气，无做歹，只爱真理，凡事包容，相信，毋忘忍耐，这拢是内在的代志，这拢是精神的，这拢是心灵的，这真要紧。若是安尼讲起来，咱听分做肉体上的，交精神上的，外表交内面的，我用一个譬如来讲，可能大家较详细。听讲以前伫美国有一间做生意，这间做生意，假使若有翁仔某结婚了，啊要生囡仔的时阵，啊着去做生意，不但互检查，甚至要来生产的时阵，常常人咧问讲，啊生产一个偌济，偌济钱，啊生产费偌济，总是这护士罔歹甲伊讲，讲生出来则讲，啊生出来则讲。什么意思？难道是生查甫较爱做钱，啊生查某较少钱啊？不是，结果明仔生出来再讲，生出来一寡丈夫伫外口，啊听到内面哇哇哇，伊也叫一声，啊着护士出来啊着来问，啊是生查甫啊生查某，绝对要问这句，啊若问这句的吼，爱美金500块。啊！总是有一挂人较体贴，护士走出来，爱着甲问：啊，母囝有平安无？哦，这句真好，这200块就好。500块甲200块，虽拢是共生一个囡仔，总是有啥物安尼分别？原因就是因为迄个查甫查某是注重外在的，啊，注重迄个人的外貌。总是迄个200块是注重内在，迄心灵的，迄个平安，迄上要紧。是，今仔日我真望咱这对青年，共兄弟聊天话，会当伫上帝面前建立一个不但肉体上外在的疼，搁较要紧，在圣经内甲咱讲心灵的疼、精神的疼、内在的疼，这是搁较要紧。训练3礼拜。你是3礼拜有教5项，讲要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，必须爱有的5项代志。啊，不但讲新娘爱参加，就是新郎、准新郎爱去参加。啊，这5项要紧的建立美满一个家庭，5项要紧的条件内面，伊讲到头一件，讲一个婚姻的圆满，就是爱彼此在上帝面前。爱有一个互相相疼的心，啊，互相相疼。讲学习彼此生活共同的生活。咱在一个结婚正常的人，一生只有一摆婚礼，一生一摆只有一摆结婚。对着未来这个过去无熟悉的人，今仔日要做一个生活。50、60年、70、80年，通讲是个真无简单的代志。今仔日即摆以前就是讲我，啊，张立祥讲我分身，总是今仔结婚了，因人讲咱澳门，毋是我，你澳门，所以即个澳门即咱，哦，即摆就想到对方的代志，所以必须爱学习共同的生活，要做一件代志，就想到还佫有一半。去一项，要去一个所在，就想到啊，还有一半，啊，要食物件，就讲啊，一半嘛，爱留一半，另外一半食。爱学习这个共同的生活啊，要想说互相来尊重，将我的优点来补满，
伊的缺点，将伊的缺点来补满我的优点，啊，将我的缺点来补满伊的优点，将伊的优点来补满我的缺点，安尼彼此互相尊重，啊，伫个所在会通渐渐，我分从圣经内面甲咱讲讲，咱两人正做一体，同心共同的目标来建立美满的家庭，真要紧。咱中国话有一句成语讲，讲相敬如宾，即就是讲爱互相来三尊重，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。常常爱会通想到对方的代志，常常想到对方是安怎想，对方伊愿安尼做，对方唔知伊会同意无？啊，爱彼此接纳，彼此尊重，这是啊真要紧。搁第三个学习，就是讲爱彼此来三信任。彼此三信任，一个人要改变一个人个性，无拄拄很简单，真无容易。常常咱是自我主义、本位主义，总是咱知影，既然是加做家庭以后，两人爱彼此互相三信任，有啥物代志，都爱先提出来三详来讲，来有共识，然后再去行，再去做。假使若有啥物代志，啊，结到心内，啊，闷闷不乐的时阵，食就好，要食唔食，记在伊，啊，记在伊，安怎，啊，人安尼，这个家庭就无美满。我记有一摆，有一对青年，甜甜蜜蜜，结婚无外久，当然是蜜月期，甜甜蜜蜜，总是煞尾才知影个人个性无啥会合，啊，伫个所在，常常在咧吵吵闹闹。有一摆，安尼是为着小可代志呐，啊，着闹出来安尼，啊，拄啊暗时要睏的时阵，啊，总是这个新郎迄阵在想着，这个丈夫迄阵在想着讲，啊明仔，伊若歹叫我讲话，啊七点，伊逐摆拢咧叫我去啊，啊八点爱上班，啊伊若明仔若无阁叫我去啊的时阵，啊我就袂有变安怎，所以伊不过。因咧冷静，所以伊歹先开嘴来甲伊拜托，讲你明仔载阁叫我去啊。先开嘴的人就失败。煞尾伊就写一张条啊，啊放伫这个春柜边头，甲伊写讲，请你明天7点钟叫我起来，不然我上班会迟到。啊，就是讲特等，啊就安尼做。爱这个负责人看到这张以后，伊就情况真歹歹啊。我来叫，啊！我先出嘴，安就是我，安尼较不利啊。伊就想我要安怎，啊！毋过无该叫，阁袂使。煞尾伊还写一条，写一张条啊，该放咧伊的丈夫的边头，倒柜，啊，即床柜。讲喂，老公，7点钟啦，赶快起来，不然你会迟到啦！啊，结果就安尼，啊，到时阵，伊的夫人人啊。伊用早就起来，啊咧做代志，啊伊还搁咧困，因为伊的夫人咱无解救，啊总是讲起来时阵，哇7:50啊，哇足生气，啊咱7点无解救，啊嘛，啊伫遐我要找伊的夫人，啊可是咱看着床边的就讲，老公7点钟了，赶快起来，不然你迟到了。啊讲哎都有甲讲的，有甲联系，啊咱无解救，即号做冷静，煞变两个全感觉讲啊该咱来冷静。所以靠父母，啊，所以就自然会孝敬父母。总是结婚以后呢，因有一个真亲密的人做阵，所以将父母给放在边头，积极听父母的话。即摆我来，小等下我来问下太太看卖，会使得来？啊，有一句话较粗的话讲，啊，结婚是老母生，啊，结婚了是母生，这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讲。今天我相信咱这个家庭真圆满。江先生今仔日娶一个新妇，我相信这个新妇也真友好，啊，咱结一个，你看，结一个爸爸，咱叫爸爸。啊，江先生做大官，我讲结一个嫂子。咱家己啊，咱啊，继续啊，再刷。
亲人啊，将娘当作妈妈同款，啊娘嘛将做伊做作不是仔婿了尔，当作是加一个孙，加一个囝，啊来三弟，这就是爱互相孝敬父母，上帝祝福，圣经教育甲咱讲，讲啊，你孝父母的一定会受。啊！建立浸信会这个真水的礼拜堂，阁是圣诞节这个日，恁来结婚，唔忙恁会当建立一个美满基督教化的家庭，恁也耶稣基督的心做心，唔是干兄弟一个心嘛尔，啊唔是了兄了姊妹一个心嘛尔，阁开始将恁的心合作一个，正做耶稣基督的心做心，这个心正要紧。圣经人讲，人若无动心，就袂动行。然后当心，逐项拢真好势。我常常爱讲，加刀，咱要加纸好，加布好，加物件，削削叫削削叫，加得真好势。原因就是因为中午有一条心啊。假使若这条心拔起以后，加出两个加刀柄，你讲要安怎加？就是要挂纸还是挂？总是这两个家族面来合的，用这粒心来存好安，正做一个真好家，家好实实着啊！因着耶稣基督做恁一家之主，也耶稣基督做恁的心，相信恁必定会得到上帝祝福，得到上帝恩典。感谢主，相信伫上帝甲众人祝福下面，恁这个家庭正做一个基督化的家庭，幸福美满的家庭。愿上帝话，予恁来勉励。感谢林牧师所做的勉励，咱会继续请廖春田牧师来证婚。即阵我要特别请他做一个真古锥的话筒，那个女孩子到前面来帮忙一下，牧师好不好？刚才那个话筒到前面来。刚兄弟甲廖姊妹，恁对伫三熟悉、三意爱，也经过信心的引带甲带领，也经过双方的许多人的同意，今日伫上帝甲众人面头前，愿你立誓，要来结合做夫妻。即代先，我要问刚兄弟几个问题。刚兄弟，你愿意接纳？徛伫你的边仔，这位廖颖如姊妹做你的夫人人阿婆，我愿意。你愿意一世人疼伊、尊重伊、照顾伊阿婆？我愿意。我愿意。无论成功还是失败，是富贵还是贫穷，是健康还是病痛，你愿意永远尊重伊？疼伊阿婆，我愿意。Yes， 对。英如，现在你愿意接纳徛踮伫你边仔这位江人生弟兄做你的丈夫阿婆？你愿意一世人疼伊、帮助伊、尊重伊阿婆？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，富贵还是贫穷。是健康，或者是病痛，你愿意永远疼伊、尊敬伊阿婆？既然恁两人愿意伫上帝面头前有一款的誓约，现在我读一句，啊，恁两人同齐对我读一句：清楚明白上帝的旨意，并且顺服圣灵的引带，并且顺服圣灵的引带，愿一生的爱情。愿一生的爱情互相应允，互相应允，同好天路，同好天路，并愿用主耶稣基督做元首，并愿用主耶稣基督做元首，建立基督化的家庭，建立基督化的家庭，荣耀上帝，荣耀上帝，利益敌人，利益敌人。恁今仔日愿意伫遮来立这个誓，即马现在恁也有准准备真水的一个礼物，就是一个真水的手指。我现在要代先来请新郎将这个真水的这个手指，就是因誓约的记号，
啊，请新郎来送给新娘。面对面，好，咱刚一流，我来请新娘。请将这个真宝贝的这个手指来给挂在伫新郎的手。OK， 现在请新郎结纱。这对新郎新娘来祝福因，求上帝赐福祝福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对你创世以来，你就是做人做女，会当让男女会当来彼此相疼，是极其水的事。我会当对着阮夫妻的他听中间，去经历到上帝怎样疼阮世间人。主啊，阮为着人生甲应如。因的人